娜的洋装，超可爱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淡粉色哦，是淡粉色，很少看到这种淡粉色的洋装了。对啊，你看后面的色，非常简单，方领的感觉。对，最近好像很流行方领的洋装，然后是一套的那种。然后你看它下面的裙摆，它是做有点中长部到小腿的位置，然后领口，它的领口是松紧的，松紧的。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胸型会蛮美的，我觉得有自己说因为它这个领口是有点看起来好像很紧，可是其实不会，而且它领口这样子有点像那种小花边的感觉。对，是小花边哦，而且它怎么动这边都不会曝光，你们看到，然后它这里绑带的宽带，然后还有我觉得它的设计最厉害的是这里松紧，腰身很重要，洋装还要有必备腰身，腰身真的超重要，因为洋装如果穿一整套的就会看起来好像没有身形，有些洋装是直筒的，但它这件是有腰身的，然后而且它的腰身是高的，嗯，高腰的，看起来比例就腿很长的感觉，然后搭一个小凉鞋，还有这个热卖款的包包，就很可爱，很可爱，而且我觉得它这件材质其实里面还是穿一件白色的安全裤才会比较不容易透支感，因为它算是比较轻薄的，比较轻薄型的，它是属于比较轻薄的，搭小跟鞋也可以哦，搭小跟鞋，它其实也可以贴一种比较休闲的风，或是小白鞋。我不希望放他们对来。